各位，安全带来扣一下，等一下呢也会让大家要去一下洗手间，去完洗手间就不要再到其他地方逛了哈，后边大概还有一个小时我们才能够到达呀兵马俑。这样哈，如果等一下警察没有上来要检查，我们的车子向前开，那有要去洗手间的大家可以去一下洗手间之后呢就回到车上，我们车子利用大家要去洗手间那个时间呢会去加点油啊。今天下雨，应该他不会上车，呵呵，这是常规经验哈。我们来到了陕西省的这里，好像是华山啊，华山服务区啊。这里的服务区比河南省的好啊，也比较大，比较有规划哎。我们先来这里厕所啊。现在这个时候下雨。厕所。那车开在这里。对呀，走，看一下。我们来逛他的超市。人家入口在这里呢，很奇怪，为什么都走那里？欢迎光临。卖的东西。哎，帅，黄老吉。这里的饮料种类真的超级多的，他们有品客呢，品客呢，没人说他们的品客啦，
想走，哇，想要出这个，可是你妈又不买。这个豆干。超级耶，买那个啊，哇，够鸡腿耶，老子啦，去火一下，要不要？不要，一关就好了。好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去结账了。你买水果呢？哇，他这里要卖苹果哎。枣树，枣树梨。哎，你有没有带出去吃啊？水蜜桃，你敢吃吗？敢不敢？我不吃了，不敢。是你们不敢吃。对啊。我的家这个啊，油桃啊。水蜜桃要脱皮。